下一位黃毓民議員，請你未發言前兩張看看你不請你沒有拍手掌，黃毓民議員，即是我都很大聲的，不過聲大不一定是準的，整件事很簡單，你看看整個所謂，我不理你有什麼主流之流，你看看整個民意的趨向，司長，你有眼見的，有耳聽到的，五年前 我落街籌款三日五十萬，那時社民連成立沒多久，我落街籌款站在西洋菜街五日三日五十萬，親手送去香港紅十字會。今時今日你看看香港紅十字會三日收得那五百萬，五年前三日收5600萬，你猜那些人盲的嗎？是不是？ 啲人唔系盲嘅，唔好上升到咩爱国啦、亡国庆、血浓于水，唔好同我讲呢啲嘢点啦。酒浓于水啊，辣血啊，几万蚊一支啊，血浓于水，真系食错药真系。今时今日仲讲呢啲嘢，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，就系唔信啊嘛。而家连你都唔信啊嘛，林郑月娥上次攞咗个90億去咗边啊？你话唔系赈灾基金，我嚿钱唔系咯。 但系都系俾佢啊嘛，起学校起屋啊嘛，系咪啊？去咗边啊？净系睇翻呢份文件，讲金属泥石流金属省泥石流嗰笔钱，为要起一个社会福利院喺边啊？讲嘢，将我啲公帑咁样用，最近啲金价狂跌。 我有个朋友打俾我，佢要娶新抱，买唔到龙凤鸭，扫晒啊！俾啲强国人民嚟，金搭水，扫少啲金龙凤鸭啦，等我哋有，你去娶新抱都系龙凤鸭用啊，阿哥，一亿你讲得啱啊，杯水车薪啊，你系表态效忠啫嘛，我哋，你一亿你救到佢咩？全国嘅省市总共捐咗几多钱啊？用政府嘅名义。 林司长，香港系北京嘅20倍啊！如果你呢一亿一亿俾你，我哋三个一定系投反对票噶啦。你话我唔爱国都系咁话，王国兴你扣我冇纸冇所谓，爱国咪用紧把口讲嘅，成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，你唔知点样令佢伟大？讲嘢血浓于水，人道，即系呢啲人全部反对佢就冇人道，系咪啊？ 有咩标准啊？好简单就唔信啊嘛，而家系不但之唔信佢，唔信你啊嘛，而家系够清楚未啊，司长？香港人系唔相信689呢个特区政府呢个港共政权，一亿都唔俾你，咁啊投票啦，大把人支持，实过噶，实够票噶，我哋嘅态度好清楚，唔俾你啊，今日仲要搞到嘢过唔到添啊，如果话埋俾你听啦，系咪？ 你而家讲嗰啲答复，又话有监察，你俾啲具体嘅嘢嚟啦，逐条。我记得当年我仲未做议员，我哋嗰个组织有两个立法会议员，第一次第一批嘅拨款我哋投赞成票嘅，到第二批我开始我做议员啊，2010年啊，我哋就反对个拨款。个理由好简单，你上次嗰条数交咗嚟先啦，上次条数都未交嚟，今次又要钱。 好大筆錢啊，司長！我琴日落區喺李鄭屋村，啲老人家同我講：點解唔俾我啊？嚇！我都可以講呢啲嘢嘅，黃國興。我琴日喺李鄭屋村啊，啲老人家圍住我啊，點解唔俾我？做咩俾佢哋啊？大把錢啊，佢係咪？睇下民意啦，司長，我哋一定係投反對票。仲有今日唔俾你過，張超雄議員。